刘玲妈妈为保护幼崽拼了性命，但另一头猎豹快速奔袭进入，他唯有极力护住幼崽，让他奔跑的瞬间。然而他的对手是猎豹，陆地上跑得最快。听着幼崽被扑倒后无助的哀鸣，这一刻羚羊妈妈只能远远地看着，悲伤而又茫然。不远处又一只牛羚宝宝出生了，对于宝宝来说，不快点上路就会沦为盘中餐。在塞伦盖蒂大草原，每年这个季节有50万只牛羚宝宝在3个星期内先后出生。草原上所有的猎食者都在分享这场胜利。捕猎者和草食动物的繁殖季节新年的接近，连塞伦盖蒂秃鹫也将繁殖期定在这个季节。6只小牛羚有5只活不过1岁，只有健壮和幸运的宝宝才有资格继承这场生死攸关的接力赛。他们将继续沿着祖先古老的迁徙路径追逐甘露，举步向前，